我们88年开始推班级共融，嗯，半年之后曾志朗上台，然后曾志朗上台的时候第一句喊出来的就是什么？他的政策之一就是儿童阅读，可是我们已经做了半年，但是因为曾志朗登高一呼，所以呢，这个所有的这个学校对阅读这个区块都动起来了。那一动起来之后呢，全省都用我们的模式开始推班级共读。哎，那这个班级共读呢，啊，从北到南，从东到西，从本岛到离岛，全部都开始，每一种书都买35本。当然呢，这中间今天不谈阅读这一条这个主题，所以我也只能略说啊。那大家都用我们的模式，每一种书都买35本，到了教室人手一本。可是我要说，我后来去了很多学校，我发现大家，用我们这样的形式，可是为什么要这个形式？中间的内容在什么？其实呢，大家都没有深刻的了解。当然呢，这是另外一个啊这个部分。那讲到这里呢，我想我要说的是，因为我离开了都市，到了深山，那深山里面呢，空间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震撼。我从空间里面汲取了非常非常多的养分。那也因为这样，我要说，